你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。值班的台风夜，看着连结童年的雪花球掉入儿时回忆的漩涡。这是台电今年参加台北金雕微电影展的参赛影片，以爸爸总是不在家刻画出台电人员视供电责任为信仰的态度。就让我们来欣赏这支微电影《爸爸回来了》。有1300多户的居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停电，到现在电力都还没有恢复。那么居民在家里度过了惊恐的台风夜。你们说哪一区？好，好，谢谢你，再见。您好，这边是市区服务处，很高兴为您服务。哦，有，那边我们都已经派人过去抢修了。从我有记忆以来，就很少看到在外地工作的爸爸。我对爸爸的印象，来自他寄回来的明信片，还有他的工作照。妈妈说，爸爸跟他结婚3个月后，就时常被派驻到外地去工作。琪琪，吃水果了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过一阵子啊。爸爸调回台不久后，就又被派驻到澎湖、小琉球。在成长的过程里，我总是期待着爸爸的出现。琪琪啊，头很烫，不要玩啊。过一阵子就回来了，来，这是琪琪最喜欢吃的鸡肉。琪琪，发红包了，来，这是妈妈给你的红包，谢谢。这个呢是爸爸给你的，新年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许愿哦，妈妈。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过一阵子就回来了。又来了，爸爸真的回来了。妈妈，爸爸什么时候回来？39.5度，怎么烧这么高？来，妈妈带你逛急诊。我们这次父亲节大家的卡片都画得很不错，尤其是陈佑君、杨佳佳、高杰琪这三位同学的卡片都画得很用心、很漂亮。那我们掌声为他们鼓励一下。那等一下下课的时候，大家要记得把卡片带回家，还有联络簿。那班长，我们现在下课喽，起立。要用这个给你。晚上我爸爸要带我们全家去吃大餐。好好，我弟弟明天要带我去游乐园。拿来，借我看一下。不要，看一下会怎么样？对嘛，反正你又没有爸爸，画再好也没用。拿来。
流血了。这个是小琪的妈妈，那这位是甜甜的家长。那今天是因为小琪跟鼎奇他们因为父亲节的卡片有点争执，那把鼎奇弄受伤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撞得这么严重？很抱歉，医药费我会负责的。反正你又没有爸爸，话再好也没用。开盏灯，会让我的心情好一点。这是我们可爱的琪琪，啊！哇，可漂亮的玻璃球！虽然台湾本岛已经脱离了暴风圈，不过台风会从南湾海面通过，这对于南台湾地区乡亲依旧是不能够大意的，尤其是。那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好。来。我接我来，我来。高领班。今天又是一个来不及过父亲节的日子了。我们一起回家。嗯。后来长大了才明白，爸爸当时无法陪伴家人的心情。这是一双把责任感当信仰一样，一生守护的手。有一种爱，即使无法常常陪伴，但仍存在。献给在各行各业默默付出的你。这里是台电影音网，感谢您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